我是宜昌120，有一个直升机到医院来接一个新的一病。我们要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临时开辟一个停机坪。接到空中救援的飞行任务，我们分为两个组同步进行，一个是飞行组，一个是医疗组。所以有的患者他会出现晕机而发生的呕吐，因为有的患者他不一定适应飞机上这种天气的变化。2021年4月10号是个星期六，宜昌的清晨很平静，但是在宜昌市120急救中心的调度大厅里，工作人员已全部到岗，一名重症患者急需通过直升机转运到武汉就医。我是宜昌120，跟您联动一下，有一个直升机到医院来接一个新的一病。宜昌市120急救中心负责此次转运的地面配合，凭借着十多年的急救工作经验，周静梅在短短十多分钟里做好调度安排，工作人员开始执行各自的任务分工。您好，医院5120，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，你们要自助车一趟救护车到点军院的停机坪去接中军的医生，要启用直升飞机，然后在宜昌市医院接一名新的人。你好，是122交通指挥中心吗？这里是120，现在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得到您这边的支持。前期调度完毕后，周静梅和同事们驶过宜昌的沿江大道，跨过长江，向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江南院区驶去。宜昌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，长江穿城而过，境内多山地丘陵，峡谷纵横，地形复杂，水系众多。为了打破交通对医疗急诊的制约，宜昌自2016年起就开始探索直升机救援，但是这一次的直升机救援又与以往不同。我们要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临时开辟一个停机坪，所以石主任就带领我们到现场去进行勘察，然后我们要用这个经纬度来这个给这个人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点，然后便于我们的直升机进行停放。就是这一个，我给你发过来啊。现在我们临时找的一个起降点的那个发周围的环境发给您看啊。340公里外，湖北省急救中心武汉航空急救分中心空中救援指挥中心主任金凡，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各项工作。安计划10点起飞。好，收到。从申报航线到起飞就绪，飞行机长要做天气的评估、航程的评估、时间的评估、起降场的评估，这个过程只需要18分钟。救援任务明确，直升机机组人员迅速到达位于大楼一层的机库，对直升机进行起飞前的整备。实际上它天气也是，你看那个云比较多，然后云也比较低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其他的雨天气是影响飞行的重要因素。周静梅发过来此时宜昌的天气、地形、经纬度等信息，飞行机长要根据这些信息做出精准的判断。接到空中救援的飞行任务，我们分为两个组同步进行，一个是飞行组，一个是医疗组。这个病人病情还是挺重的，你看你今天安排哪个医生出诊？早上我评估了，这病情蛮凶险，这个我自己去一下。那太好了。那护士的话安排黄静吧。护士黄静已经值班了。安排黄静吧。黄静的飞得多的，你抓吗？好，马上准备航前了。可以，我们马上去准备了。好，谢谢。它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防火的一个面料，然后其次它设计了很多的口袋，这个口袋的用处是就便于我们放一些我们的医疗用品。接到出诊通知，护士黄静用最快的速度打理好自己。我除颤监护仪一台，
微量泵有4台，然后我们的内科箱、内科急救箱。我现在安装的是我们的一台那个除颤监护仪。喂，周主任，你好，我是空中救援的金凡。我们飞机已经起飞了，预计90分钟到宜昌第一人民医院。对，您这边呢安排4个保安在现场维护一下现场的安全。您在飞机抵达前20分钟需要将起降场清场的情况要拍照拍视频发给我。不是原来的起降点，好吧，请令人掉头。这个六五进来。收到，收到。我看现在看一下，因为这个病非常风险，转的过程中就一个是低血压、休克，第二个话是心律失常，就怕它有风险。2021年4月10号上午10时31分，救援直升机从湖北省急救中心武汉航空急救分中心起飞，在340公里外，这场空中救援的配合战，在宜昌市120急救中心的协调下，正式打响。往北京方向，目前道路通向吉普车。好的，收到。好的，中心持续关注道路情况。那个住院部的后面的一个临时起降点，不是原来的起降点，好吧，请令人掉头。从这边大门这个院子里进来。收到，收到。急救指挥中心、医院、急救车、交警、停机坪环节众多，但是却都有条不紊，尽在掌控。发生危机病情的时候，真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，相当于就是黄金救命时间，一分一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的调度员时刻都是秉着这个分秒必争，生命相托，然后就是用自己的技能、自己这些专业知识去帮助每一个人。经过93分钟的飞行，救援直升机到达宜昌。你把病人不是要送来的吗？送来了之后再带回去啊。接医护人员的救护车已经在返站的途中了，现在已经到宜昌大桥了，你们做好接应的准备。为避免重症患者在离开医院去机场的路途中发生意外，甚至可能要在风雨中等待医护人员更换一系列监护设备，因此转接点通常确定在患者就诊的医院。患者简高，51岁。4月8号夜晚，他因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到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中心。简高被诊断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，医院很快为他安排了手术治疗。他14年的时候放了2个嘛，19年的时候又放了1个。这次发烧的话是第3次了已经。于是简高的妻子申请了直升机转院。在转院前，张志平主任再次对简高的病情进行了评估。可能是一个他血管上的血管有问题。嗯。前天是上资料知道，现在觉得是右边那个血管呢基本闭了。而且右边这个心脏是这样的，现在是这个前两支回旋，这是右管，3个血管，你3个血管都有问题，就这个血管，这个血管是中段的很大的一个血管，中间几乎断了。我知道。他所以说导致进去他的水桶就闭了。嗯。我看现在看一下，因为这个病非常风险，转的过程中就一个是低血压、休克，第二个话是心律失常，就怕它有风险，就这样转的，有的风险也会高升就可能，但是我们及时会处理，好吧？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
在病人每一次挪动后，黄静都会认真地查看监护仪。无论我在做什么，我的余光一定是不会离开这个监护仪的。15分钟监视器是血压的。没事，好，可以了，来把这个给我。去长途对护士的要求很高的。说句实话，我昨天晚上到现在几乎是没睡着。因为有的患者他不一定适应飞机上这种天气的变化，还有包括高空的飞行啊，噪音啊。直升机穿过烟雨飞往武汉，狭小的机舱里，简高的生命从这一刻起就全权托付给了张志平和黄静。而患者和家属不知道的是，整整一个上午，飞机上的四位工作人员都是滴水未进。飞长途对护士的这个耐力还有他的体力是要求很高的。你像我们飞行的护士，身体素质好的可能就还只是简单的晕，但有的就会直接在飞机上吐，你一边处理病人，你一边自己还在吐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练就了上飞机要么不吃东西，因为你吃了它都会吐出来。张志平一边留意简高的监护数据，一边抓紧完善病历，还时不时用手机拍下一些数据上传到工作群里。我及时把这镜头拍下来，可能传到地面，给我们控制台的一份评论，给我一个后援的支持，说我不是单独转运，并不孤独，是吧？大家都是给我支持。监护仪实时地记录传输着简高的生命数据，黄静也始终留意着简高的每一个表情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。因为有的患者他不一定适应飞机上这种天气的变化，还有包括高空的飞行啊、噪音啊，所以有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这个晕机啊，发生的呕吐，有的是甚至大小便失禁。幸运的是，这一次没有出现意外，但是在救援途中，直升机还是在荆州境内停了下来。原来，为了应对返程燃油不够的问题，在直升机从武汉出发之前，负责本次飞行救援的飞行机长张环希就调度了一辆加油车，前往荆州的临时停机坪待命。直升机加油意味着这场空中救援进入了冲刺阶段。在武汉航空救援分中心，金凡已经带领医疗组、技术组来到中心楼顶停机坪。空中停机坪被调整到最佳状态，所有人员严阵以待。直升机再次踏上归程，14:51稳稳降落在了武汉航空急救分中心的空中停机坪上。至此，这场往返680公里的直升机空中转运结束，总用时仅4小时15分。每一次的飞行任务，我都是非常非常的专注，而且是非常非常高度的注意力的。直到我们把患者安全的转运交给我们医院的同事的手中，我的心才放松下来。2天后，简高的身体条件已经能够进行手术了。4月12号上午，医院为他安排了冠状动脉造影和支架植入手术。了啊，没事的。你们在外面可以看到那个屏幕上可以显示他的一个状态，手术当中还是手术结束都可以看到的啊。好，你不担心了，我说不担心，不担心啊。
点点。说句实话，我昨天晚上到现在几乎是没睡着，真的是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在持续。像这么多天的话，说句实话，我的心里堵的那种感觉，没经历过的人真的。你们就是外面碰到暴徒监护室，好吧？挺好的。隔山隔水，隔着两城烟雨，医护人员为生命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。他们明白，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家庭，他们每拯救一个病人，就相当于拯救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希望。因此，不管他们付出多少的努力和艰辛，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值得的。